今天煎这个楼飞鸡，也叫非洲鸡，差不多一磅的样子，先把它改刀切小一点，这一片就不用切了，这片正好，这片呢有点厚，把它片成两半。然后下面稍微腌一下，加点盐、料酒，我一般用姜，今天没有姜，就放两段葱在里面，腌15分钟以上。下面调一下煎鱼的面粉，面粉里一般我加点盐，再加点 black pepper， 然后拿勺子把它拌匀，这里面的葱就剪出来不要了。先在鸡蛋里面蘸一下，鸡蛋液里面先蘸一下，来裹上面粉。